又特别亲切，因为好多年没见过这个了。哦。一般在国外的都喜欢用那种塑料做的风筝。哦。猛然一看见这咱们民俗的传统的这个，哎呦，还特别亲切，就请的这个我们的民俗的东西这么全这么多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啊，第一次见到，见到，办得非常好。今天特别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周将会迎来中国农历的新年，然后我对中国文化也特别感兴趣。看到那个武术啊，还有看到我现在只是问他说是不是感觉回家了，我说有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我希望每年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活动。